公路是被推，但压不了。上半部跟下半部是强推，然后你勾我有吞，是直接换赢。但利亚来了，很早期的一个 gank， 但又是吞。只要开失败一波，就是多两个地球拿下了第一条的一个小龙，确实想继续利用血量啊跟伤害去逼迫对面交出 TP， 但有点困难啊。特克斯死不交，这里是那这样下半部可以多一些尝试喽，但第九。现在尝试针对的 Deco 与搭配后面 Blaber 是六等的闪现刮开碎碎两个的坦克级先推，TP 来了，解除了一个晕眩，哇 C 九很皮耶，点后面一个 TP 被取消，取消后反勾反而变成 PG 有危险， Deco 身上的一个护盾还在开了往后走，三打二最后的一个决战 C 九还是没有拿下任何一个人头，还有海边在撞海边，哇哟车直接撞上去。这个节奏算还能接受，就中下的发育是 OK 的。来了，我开跳，打一套。这边包围网来了 ，Bio Panzer 正在准备，看到前面的人，然后爆往前一个加速乌迪尔一拍，搭配一个闪现的抓，一波的 all in， 赛特一个抓，那塞恩是免疫了，成功从左边跑掉。不过预示者是 PGG 拿走。我觉得因为这波团其实维克特的哦被勾往前搭配了一个 Perks 想要杀伤害的爆弹搭配。点燃的效果，哎呦，没有死，反而是后面的追击乌迪尔拍晕，双 buff 开点的 Fades， 哎呦，而且下半部开舔舔往前追，虚弱想要打死，我有逼闪现哦。那拿到预示者这个位置，其实卤蛋已经第一时间跑了，但是因为 Tank 级有上车，然后这个位置巴片的其实爆得非常漂亮，他拉到两个，然后一个直接残血被狙击狙爆，哎呦，往这边想要爆人，那刚好三人开车，从100到0全部赚满。而在下半部看到预示者在上，瞬间想要进攻，但 Tank 级帮吞，哇，没睡到，吞了就溜。而且现在右边伤害不一定杀得死人，没吞了。到底什么棋？到底什么接法？我 PGG 没有，只要直接转小龙，而是要点爆。正面的一个两拳后这一勾，维克特被留住，但赛特在前面搭配三个大绝，好痛啊！一波直接秒杀了 C 九两名的成员，赶到的一个发局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，还被留住中路的外塔要被 PGG 给点掉了。哇 ，PGG 那要抓地下室也看不到，三面包抄，直接针对了 Bio Panzer， 但乌迪也来了，撑到最后一刻，但小炮往前一跳，这边一拉是不想回来，那这个塔 PGG 要了。赛特，我直接爆，大喊一声罗都罗拉的，但没有人可以给他撞，自己尴尬，只能先拆个二塔。赛特和纸糊的没两样啊！哎呀，超晚的。塔点掉，小花要赶紧回来，这一波往前这边赚到的是维克特，但有个闪现的推 ，DK 救回了 Chance， 这波团战输出很高 ，Fades 往前输出要打在后面来了一个小炮。一轰轰走两个人，撑到赛特的一个 Q 上面，但伤害还是不够啊。推完的小炮这边 Perks 要走，但前方一个闪现的爬步还好，伊卡西尔帮我拿下，往前掉 Perks 跳到了 Bio Panther 身上，赶紧交闪现走。突然就这个小炮去边线推了，这个位置其实这个维克特其实很不小心，但这个坦克尼一闪退之后还虚弱了凯撒，等于是这一波这个位置会让 PGG 的输出位置变得很不错。然后虽然说 Perks 这个接 combo 很帅，就把人推到三的 Q 上面，但是他推到的人都是这个比较坦的人哦。那 后面这个位置你看。这个爆了一个一二三，好哦！哎呦，另外一边 Perks 把自己的闪现给跳掉了，他一跳，这里还在持续发育，但中路一波 C 九准备要来滚保龄球，来看一下正面命中坦肯吉要开碎，坦肯吉在被推倒之前直接把 Predator 给吞了回来，后面是一台赛车直接撞到了赛特，但不怕，超痛超痛，闪现不理破坏者，大拉直接控制三个人再往前一摔。凯撒快死了，紫薇想要跑，但一拳一拳两拳把人给直接揍死，一波团的 PG 继续的追击，拿下了三颗人头，哇 decoy 牛奶把 PGG 可以来到巴龙的面前，现在他们即将在24分钟把巴龙给拿走，哇完了，中路位小凯一波吗，闪现的刮直接刮到了 Pablo， 哇你开一个打野没必要吧，这里想强杀吗，能杀吗，一波的伤害，但他已经坐车过来了，反而是救走，后面还有个 TP 是赛特吗，他想再大喊一声吗，那句话吗，这是一个受过攻击轰炸，好痛，三个人直接半血掉了，来看一下，哇刚刚中他这个玩得太好，别说要前一秒我吞，让这个闪钩直接失败，然后侧边的赛特也是挡到了三人的车，正面一个点再点两下 Blaber 瞬间爆炸，三人往前拉了两个，炸了一个伤害往前，哦罗多罗拉的，哇呀罗多罗多罗直接开扁，哎呀平局的团战是很 OK 的，开起来了！哎呀，
南 is one OCE number one， 哇，另外一边 C 九，哇，吓到赤手手，情绪低迷啊，压力太大，他们真的想上演哦，但吃的速度其实很快哦，要打人，要打人，要打人 ，BD 要来，不得已 BD 的机会 ，C 九还是没办法上演。八龙还在吃，乌迪尔卡在最前面，血量不怎么扣的，选择先拉出来，想要开战吗？乌迪尔跑得很快，炼金罐往旁边走散的一个 Forge， 最惨的人被留在最前面，现在不理不坏者往前再推，往前贴近，直接把凯撒给拉了回来，后面是一个闪现，乌迪尔这边开始这边升到了一个大绝，想要后面杀 ，OK 被留在前后面，并没有死，前方的一个位置，现在睡到了 C 位，但两个 K 位没死，三大活下来，还有机会输出吗？打了很久 ，Pros 满血继续输出对打，那对面吃的好快啊，双射手的威力。无敌的跑步必须走进，他在旁边看，他没有闪现，只能徒步往前。这一波 CC 这边想要 all in 吗 ？PGG 没有想要去吃巴龙，另外一边的 C9 想要 all in 把巴龙给拿掉，但开在往前，无敌往前一锤，但没有队友跟上啊。再到往前一爆，往前赛道的后排，但有个位移，子飞成功将对手给上，前排坦克都被收光，单件的一个装备。骆驼啊，他进去想要来拉布雷，那边没拉布雷，反而是这边的凯撒跟 Perks 很努力把输打满，然后那个潜行冲击是 Chance 过去顶着自己的 AD 前队断了一点点输出，然后他的大绝也没有垫得特别好，都是垫在赛恩身上。暴击这边也帮自己的后排争取很多输出。这里目标好像是远古巨龙吗 ？PG 在等。哇，三分钟还是等三分半吗？三分半之后两百层，感觉在等哦，但这里要追乌迪尔走进去被抓到，但他很硬不会死，后面是包围网来了。一口一交闪现，直接一个点点掉了 Vulcan 留在前面，双 TP 直接正面开抓辅助要死了，而且凯撒被点到没什么输出，后面是双 TP 的包围想要杀，再杀一个赛特杀不了，后面回打回来的 PGG 针对就是赛特一阵的招呼，坦克摸着肚子，虽然好像肚子很痛，直接被打死。这边下路还有一个炮车，拆杀杀炮车，杀炮车，能打掉吗？打不掉。哇，保兵，但来了 ，Pros 想要来拆，前面一直输出打这个乌迪尔，好像不会痛，自己被留住，想正面都要升到大绝轰进来 ，Pros 得跳走，小兵接进来，这里剩下的两名成员好像守不住 PGG， PGG 至少拿一路高地，至少拿一路高地。而他们想要的可能是更多，没电到，但爆发的火龙龙魂伤害好高啊，开天。直接舔死了，差点就要出事了，这波确实，哎，可以 GG 吧？可以 GG 了，直接 TP 出来，哎 ，PGG 要 GG 啦，拼 GG 这次真的来拼 GG 了 ，TP 要来 ，C 九，我的 Vulcan 搭配左边的 Blamber， 这边选择要来阻止对面，但珠宝又要被拆一个，拉被拉了回来，被留住爆出来了 ，Blamber 倒地，但后面的直面副我要输出，可是前排又是被秒杀，有 Chance 拿到了一个 double， 拿下了903，曾经最后直面被留在了温泉里面，没有输出的空间要被烫死，直接结束。在复活的人员都很难阻止 C9 是一个个出来，但一个个倒下，平均拿下了这场比赛，击败 C9 拿下他们第一轮的、第二轮的第一场胜利，恭喜 PGG。